Hello everyone, we are Amber Quartet.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将会为来自于中国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场完全 Mendelssohn 作品的音乐会。我们将演奏他的早期作品 OP13 以及他的晚期作品 OP80， 同时还会有一首我们改编的他的声乐作品 OP9。 那么中山音乐堂它在一个皇家园林里面，非常非常的美。今天所使用的所有乐谱都来自于亨勒的原作吧。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通过这样的乐谱很好的去解读 Mendelssohn 六月能够成为琥珀四重奏乐，所以期待今天的音乐会圆满成功。